行。这边可以吗？这边要定位啊。蔬菜的部分。蔬菜就是两个。哪个是牛肉的？这个蔬菜是牛腩。这是牛肉的。对，那个蔬菜就是。好。加几样？都可以夹。那请问我们坐哪？好，放在这里就可以了。好，不好意思哦。基本上呢，有的东西限量，像那个花甲，就是甲鱼，不是花甲，就是鳖，还有那个蹄花，有些限量，晚一点来就没有，像我们现在来都没有，很特别的一家。有机会的话，大家品尝一下，在老区里面，金金锅，锅金金，猛火老砂锅。好了 ，OK， 要继续用餐了。7号。OK， 是酸梅汤啊，这个。你有点豆花吗？我有点两个。粉蒸豆那个羊肉 ，OK 好 ，OK， 该开始录了。它这边比较特别，是跟一般我们看它的筷子不一样，比较卫生一点。这个是什么？粉蒸，这是粉蒸羊肉。这是旁边好像是南瓜。那掉下去，整个南瓜都已经糊掉了。十一吗？十一号在这边。脑花，我们台湾叫豆花的东西。好，谢谢。这一份多少豆花？好像4块的样子，不知道几。脑灰，脑灰，喝起来脑灰，各来。这闽南语有些人听不懂，豆花，豆花，好吃的豆花又来了。刚刚介绍了一半这粉蒸羊肉，试试看。4号，哪里应该不出来？4号不会辣，会辣。错了，会麻。会辣。会麻。那南瓜好吃。小哥啊，接待小哥说那个东西不会辣，结果当我们要点的时候，跟我们说那个东西会很辣，一丢丢。这边当地的话叫一丢丢，一丢丢的我说只能接受一丢丢，他就建议说不要，因为他怕我们吃了会受不了。不过这个会不会辣？那个本身羊肉不辣，但是吃下去整个嘴巴都是辣。不会像周星驰这样两个变香肠一样。
好吃。昨天去吃那个自助餐呢，我觉得它那个时间有点赶，因为它上的东西在等待时间会比较长。这边呢，等待时间一下子就来，还不错，好吃。9块钱，台币40块左右，台币40块左右一块。这物价以前听说更便宜啊，只是最近监听审判的那个工作人员说，他们这边的物价最近涨得蛮多的。那个冰品应该是后面再吃吧。来吃看他们的豆花的口感，好吃。它的冰品用黑糖。再去哪里？在。你晚一点。没有点。不用，谢谢。不用，谢谢。我们吃不完，我们点的。吃一点、啊。你怎么好意思？我们只吃一点。我也是吃一点，我一样吃一点。你用筷子，用筷子。我是过来品尝这个味道的。是啊。没关系的。没有一点点就好。尝一下。这是花卷吗？对。谢谢，一小块就好。这是那个梅干扣肉花卷吗？这个我点的这个是奶香牛肉。谢谢。旁边那个小姐姐很热情，来自山西的，叫我们品尝看看，挖了一小块。多尝一点，我也没关系，我吃不了。不用客气。你太客气了。不用客气，我真的吃不了。我是来，就是想把这个店加盟到我们那边，所以我是过来尝口味的。我一个人也吃不了。你有跟他谈的吗？我跟他们谈了。你这种店的话，基本上你找那个老宅。才有那个味道，对，旧社区，而且那种房租就不会那么高。对，我们在台湾也很多类似这样子的。怎么样？味道一般。我们大江南北的美食吃很多，我来品尝看看。这个感觉上有点像那个。馒头啊，上面铺了一点点肉馅，那因为它是用那个花卷的话，那种口感，我觉得它做成这样，可能是要跟它那个砂锅的汤汁一起这样，味道会更好。你可以尝试看看，沾它那个砂锅的汤汁之后再去吃。它就不会那么的干涩，对，因为它没有味道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有加盟就建议人家的吃法，要建议他的那个吃的口感要怎么去吃，那就是创新。到现在嘴巴还是麻，还可以，然后赶快吃饭，心里。啊，你不吃啊？还有一块，第一顶猪脚就要赶快把它吃掉。只有一个感觉啊，就是麻，它不会辣，它是那种一吃下去嘴巴整个都是那个花椒的香味。等着下面的菜出现。来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砂锅，滚滚的砂锅。那我用中国功夫，唰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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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它一直在冒烟，厉害吧？阿周又在耍宝了。你看它那个砂锅啊，旁边是用木板，就怕你烫到。截至目前我们不敢动。那点了几样菜，它一样放到这锅里面。
等我吃吃看就知道，就怕辣而已。他说这个东西完全不辣，我等我吃给各位看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锅啊一直在滚，一直在滚。旁边，那这边呢用木板就不会。啊，他这边准备了一个勺子、汤匙，当一个滤网，就这样要捞起来吃。会不会辣？猜猜看，等一下就知道。你天生丽质难自弃，这我们旁边的那个小姐姐来自山西的，漂亮的姐姐，她也来这边吃砂锅，听说她已经来吃 N 天的砂锅了，吃到你吃那么多天那个砂锅会不会胖？还好吧，还好，我就是一样长一点，是来那还好。吃砂锅会长得这么漂亮，知道吗？好的，我们的另外一个锅来了。哇哦，第一女主角的这个锅，这叫乌鱼嘛？乌鱼把它切片之后，泡椒，赶快把那个辣椒捞起来，快点把那个辣椒捞起来。我建议，赶快把它放到那个上面去。对，把它放到那个上面去。哇，那个辣椒赶快把它弄起来。对对对，建议的。那个是番茄吧？那也是辣椒。灯笼椒。哇，那灯笼椒这么还，刚刚应该千万不要放下去。他的还在冒，我的已经安静了。我现在在等它凉了之后再吃。刚刚采访的那个小姐姐啊，她以后在山西开，有可能会开这种锅店，大家认人认锅去找她。谢谢。哦，她跟我说谢谢，我不好意思再拍她，因为太漂亮了，会把这镜头整个都抢去了。没关系，还是把她拍一下，美吧？中国美在她身上都呈现了。叫网约车，网约车，我们在市区坐都十几块，十几块。我们在台湾的话，一起价就是十几块。那边起步五块。起步五块。你们那个城市也不大。是啊。你从南走到北，打车可能也就20左右，然后从东到西也是不超过30。是啊。所以就主要是美食吗？对，美食还有景点。景点是在市区还是要到郊区去玩？要到周边，一日游的，那种一日游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有鹳雀楼，是登鹳雀楼的那个鹳雀楼就是我们的。哦，是啊。嗯。运动的运，城市的城。对。你可以。我搜搜看。对，搜搜看。国庆的时候，我们全国各地的人都去了。我们不在人家旺季的时候旅游。对，旅游是要错开的。那边叫碳水什么镇？碳水镇。哪个汤？就是碳水啊。碳水镇。面食，各类面食。啊，对对，山西面食很有名。毕城是重视碳水区。那边有那种大盘鸡，就是大盘鸡里面炒金块，然后就面条特别好吃。那边住宿便宜吗？贵吗？便宜。那是新的比较新还是比较旧？我们那边的酒店都属于就是怎么说呢？维也纳就是连锁的。啊，维也纳。那都不贵。啊，了解了。1-200，淡季的时候就1-200，其实还有几十的。啊。小众的旅游城市。是啊，要不要帮你拍一个？你介绍你们的城市，照着你介绍，要不要？下次拍的时候不要跟我说，不等你。没有啊，搞不好你们那边的旅游局就找你做代言呢、啊。我看到怎么了？有了，你看全部都红的。不要，不要把它弄翻了。好恐怖哦！要不要再一个碗？那个关公吗？有听过啊。我们那个城市就是关公很难，运城。然后网上你可以搜大运之城。现在就是
是旅游基本上。好辣，好辣。啊，那个味道。我吃吃看，一点点汤给我尝试看看。很辣，下次要是有机会来的话，可能我的饭店就开了。是啊，不要，你看哦，第一女主角把那个油啊都捞起来，这么大一碗看不到、哦，我把镜头调低一点。全部都捞起来了，里面还有那个泡椒，那个什么，这个，我看我不要用筷子夹，那筷子夹太恐怖了，把那个大的那个椒都把它捞起来，还是很大，一丢丢。那看看要吃什么？给我一点点。要喝汤不行吧？我尝尝看。很大。不辣，帮你拿一个碗吗？不辣，是骗人的。哦，那个汤只要一点点，整个嘴巴都麻了。现在有个任务，一个重要的任务，第一女主角叫我去拿碗。来吃这个一颗番茄的。一颗番茄，整整一颗番茄，啊，牛腩汤。你要不要吃鱼？会不会辣？辣。那不要，等一下，我先吃不辣的。这个好、哦，换它这边，这个好吃。不是啊，你吃鱼吧。吃一块看看，会辣的鱼，还活的跳下去了。有一次，吃那个鱼是想到那是郑州嘛，我们上次吃那个酸菜鱼，对吗？我们不是到那个小区吃那个酸菜鱼，第一次在大陆吃酸菜鱼，那是在哪？忘记了，西安哦，忘了。这一锅28块而已，换算台币130多块。他到底要赚什么？这么便宜，可是对当地来讲是可能是比较贵的东西吧，也不知道。好吃，这个豆皮真的好好吃。今天去王家堡已经吃这个土豆丝饼，那现在吃土豆米。其实我小时候的时候是不吃土豆的，不吃马铃薯的，但长大就在吃。啊？很多。很多。你如果到观音桥，你坐在那边看都是人，因为我们这几天住在这里。你去成都就不一样，我们是从成都来的，然后成都就是比较悠闲，对，然后这边的话就人好多哦，到哪里都是人，然后车也好多。我前年去成都是去旅游的，就是很悠闲。但是这次来，可能我的感觉不太一样。我没有心思去看那些景点啊什么的。我每天就在找砂锅店，各类的大大小小的砂锅店。我现在今天这家已经是第9家了。哦，真的。每个口味的对比啊。我们台湾也有砂锅。有机会去你们。现在没开放，因为现在很敏感。对。太敏感了，不提政治。OK， 拜拜。
忘记您贵姓。哦，你贵姓刘？哦，刘。姐姐，我加你的微信。刘女士。可以加微信吗？你加我，加我。抖音我关注了。你加我。他比较没有在用微信。都没有在用。以后你们要是想去，那我可以给你做向导。好久没用，不知道新增好友是不是这个？你们平常不用微信啊？对，就是这个。我喜欢玩刷碟的，我会玩刷碟。DJ 那个你们蹦迪那 DJ 在刷碟的吗？那个是比拍片还厉害。这是我的名字。OK， 好，你传给我，你现在传给我才能加。没有收到，有有有，这个嘛，啊，对对对 ，OK， 我自己还经营一家这个养生馆，然后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所以我想做个别，对，做个别的，我家里做餐已经做了十几年了，哦，这样啊，对 ，OK， 你要是有机会去到山西运城的话，到时候联系。可以 ，OK， 拜拜。山东跟山西都很好客，都是那种个性，就像那个康叔叔，康叔是山东的。你看试试看，好吃，完全不辣，尤其这个豆皮，你去夹。这个砂锅啊，难怪他会卖那个花卷。其实配花卷是绝配对味。那因为我们这几天吃太多，要稍微瘦身减肥一下，减重一下。嘴巴都大掉。是啊。干嘛呢？那个就先不要吃好了，太辣了，怕明天早上会怀孕。吃这个啦，牛肉好多块啊，他这会卖酸梅汤还有豆花豆腐脑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吃完辣之后再吃那就还 OK。你要这种饭还白饭，他这边有免费的饭可以用。这是有加那个的。对，你要这种饭还是那种饭碗一碗？先饭碗，先饭碗。吃了老半天不知道他这边有免费的饭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就加了一些蔬菜呀，还有那个马铃薯，就是土豆的米饭。嗯。
另外还有腌制的话，白萝卜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辣的。酸酸辣辣的，辣的，腌制辣椒，好香！对不起啊，不是我浪费食物。配米饭或者配花卷都不错。那个味道我不要，它鱼，它里面那个鱼放好多片，换的不知道什么菜，哇，梅干菜，这米饭好吃，还有花生，还有花生啊，土豆，我对他米饭比较感兴趣。那个白萝卜腌好，酸度正好，不会很酸。我很好奇，这整颗的番茄要怎么吃？它是用味道的吗？它那个番茄的整个都烂掉了，我把它挖挖看，吃吃看。现在这颗番茄吃起来跟吃番茄酱的味道一模一样，好吃。我建议如果不吃辣的话，来他们家吃这个番茄牛腩。谁在唱歌啊？没去当歌星，好可惜哦。牛肉真的好多块，要不要吃？帮我吃两块好不好？哎，刚好吃刚刚牛腩。中午来吃那个酱香虾仁。什么？什么酱香什么？酱香虾仁。明天啊。那跟谁跟他预定了？
格吗？限定的吗？对啊，问他每年几点吃得到啊？贾云溪就跟我们昨天吃的那一锅味道一样，真的啊。对，我觉得来这边吃哈，应该是两个人点一锅就够了，一人一锅。他们那边是三个人点两锅。这个真的要配米饭。再去搞半碗米饭来吃。像这种一般如果是跟团应该不会有这种安排。这边是在一个老区，老的社区旁边。前天吧有看到生意很好，前天晚上就安排来这边吃。等会出去把他们的地址拍一下，让大家知道在哪边。这边在那个观音桥地铁站走过来，大概要走七八百米。星光六八广场。对面。对面这里。在那个四间再过来。哦，四间火锅被纠正了。他这一锅真的都不会辣，看起来红彤彤的，越吃越下饭。真的，一个人吃一锅实在是太大锅了，吃不完了。牛肉放了一堆，它的青菜呢，你要夹的像这豆皮，还豆皮啊，还有青菜啊，那些都是自己去夹，它旁边那边自己夹都可以夹，它就是一个小篮子，像这种豆皮特别好吃。我发觉他那个马铃薯大概放一颗多，我会在吃马铃薯，一直吃，发觉还剩很多马铃薯。他们可能加菜加很多吧。加菜。我们来的时候也是满的，只是我们的菜没有加到那么多啊。吃了老半天，满头大汗。你进去了，你入境了，你入境了，我还要剪掉，太麻烦。啊？甲鱼是红烧的。对啊。配白饭。还有姜香的嘛？配白饭。我们两个没有吃完就要离开了。因为实在太大锅了，走了。他的米饭比较特别，在这边自己盛，有白饭也有刚刚吃的那个米饭，就是菜还有土豆，也就是马铃薯。OK， 要走了，还是人很多。很特别。
位置点在哪边呢？给各位看一下，你们就搜这个洋河西路14号户八号，户九号，说错了，非常的不错，很有特色的一间店。除了里面坐以外，外头也可以。我发觉里面的空气还 OK。这就是今天晚餐的地方。好了，这是阿周在重庆吃到人生的第一锅砂锅，那影片就拍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咯。